爸，我们公司新接了一个项目，特别忙，过节我就不回去了啊。刘大爷，哎，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哎，儿子给寄来的快递。来来，我帮你拿。不用，哎呀，您就别客气了。那就谢谢你了。这是过节给您带的礼物吧？你儿子可真孝顺。忙啊，过节也不回来。哎，我来帮您吧。哎，你手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稍微有点抖。您就没去医院瞧瞧？哎，这都是老年病了。这样的人多了，这个慢慢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。来来来来，放这儿吧。哎，好。嚯，你一个人整这么多菜？本来是想着儿子要回来的，这都是给他准备的。好，这下礼到了，这人肯定不回来了。哎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晚上就在这儿吃吧。不了，我家里边还有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那个我说，能不能留下来陪我喝一杯？好吧，那今晚我就陪您喝点。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来你坐这儿，我去热热菜。哎，哟，竹叶青啊，好酒啊！我就喜欢这味道。不过老一个人喝吧，他也没什么兴趣。干一个，好。来，儿子，尝尝。怎么样？看老爸的。啊，好喝。再来一杯。电话来自儿子。儿子，爸，给您寄的东西收到了吗？你寄来的东西我都收到了啊，没事没事没事啊。爸，你放心吧。你的身体还好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忙你的吧，我身体挺好的啊，啊，不用惦着我啊。哎，那个，我跟你说啊。你自己在外边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！啊，行行行，你忙，你忙忙你的，我挂了啊。您的病，你儿子知道吗？他忙，不给他添乱。那您儿子是做什么的？设计师，工作上是这个。
我看墙上挂着很多画，是您儿子画的吧？哎呀，这都是考大学那年画的，那凑合还行，我就都把它挂上了。那个时候吧，家里条件不宽裕，我儿子能考上名牌大学，一直走到现在，也挺不容易的。儿子，真棒，你真是爸爸的骄傲。来，给你贴这儿了啊。明年呢，还得再来一个。想要什么玩具，爸爸就给你买什么，怎么样？嗯，好，好。我看你儿子对你挺孝顺的，你像过节了，还没忘给你带礼物回来。哎呀，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，送啥回来，也不如把自己送回来。送啥回来，也不如把自己送回来。爸，我一会儿就到家了。我知道注意安全了，您放心吧。上看，昨晚山下看，却越来越不安。就让我为你把酒倒满，好好陪你聊聊天，看着你眼角的皱纹，我真的好心酸。我为你想说的话堆成山。